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，快把它带来，快去啊。明明叫你们去找掉落的东西，结果你们却围着一条狗在打转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听说你们在货柜里发现两个目击者，有这事吗？已经处理掉了。让你不留活口，让你不留活口！妈的，一帮蠢货！老板，阿萨尔人的飞船已经抵达商都。阿萨尔人来得这么快？老大，各自做事去吧。老大，他们来了。让我们的人都撤出事故现场，换回常驻协防军。已经嘱咐蓝雀销毁了所有行动记录。来人查清楚了没有？此人是第三代阿萨人，名字叫托瑞斯莱格，目前在阿萨军白狼部队担任指挥官，古瑞德就是他的上级。已经安排托林戈市长去了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这不是我们威名远播的托瑞斯长官吗？长官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既然长官远道而来，不如让我带您在商都游览一番如何？怎么，金盔蛇没有来吗？哎呀，罗老板当然知道长官您前来，早已和其他商人在总部等您了，不如我们这就前往。哼，好大的架子。非常时期，我要立刻收编商都常驻协防军，从现在开始一切事务由我接管，你没意见吧？这既然是古瑞德将军的意思，我们自当全力协助。